李斯和昌平君比起来，确实太过心急了。没错，廷尉大人，只有当你真正的了解了秦王政，你才有机会赢。后宫就是我们女人的战场。 谁打到最后，谁是赢家，到最后才知道。嗯，你放心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本宫吧。我对那个丽姬隐忍已久，这回我不会再放过她。大王，大王交代给臣办的事情，臣已经办妥了。在远离咸阳的一处郊野，臣准备好了一间房屋，还有足够的银两。只要大王下令，丽夫人可以随时离宫。 丽姬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姐姐先别急，我的故事就快说完了。这位被世鸾中期的诸侯千金，怀恨在心，与原先被废的太子暗中联手夺嫡。他们首先做的第一步，就是嫁入这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王室。难道她嫁入的是大秦王宫？ 你说的是，敏黛。这世界很酷。